诸位同学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大家跟我做会归三步。啊，下礼尊念，我的祖庙音。 书强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道，量照中尊；皈依檀摩，利益中尊；皈依正教，自证中尊。阿夏利尊量，无地主妙音，书强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道。 两教中,中,中、啊、尊，皈依檀摩二药中尊，皈依正教殊胜中尊。阿夏利尊念，我地主妙音，是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两教中尊，皈依檀摩二药中尊。 对正客注重重尊，正看大金可主第九百页啊，九百页到算第四行，经文是以王李木林。 这是最尊真正感叹的话，正中无极之圣道，即古来嘛师赞叹，一讲净土念佛万门。 是所有法门当中无得通比的顶峰造极、至生的成佛之道。无论什么人，遇着了，会相信有法缘，行念佛，无一个不往生。 无一个未幸福，啊！快速、稳当、幸福诶大道啊！一生圆满成就，无得找第二个法门会当甲伊比诶。 即款诶修行诶幸福之道真容易去啊！你看，只要你信，信有西方极乐世界，信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，一向正愿恒心，极乐清净阿弥陀佛。 看、啊、你都会去啊，啊，不过是安怎，佫无人买啊？为什么无人欲去呢？咱看正雅大师的讲法，就因这都会去啊，这叫做啊遗忘。音音 啊，因咧都是三条件，信、愿、念分啦，啊，著念即句阿弥陀佛，啊，搁加两字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即两字有加无加不要紧，即两字是。 恭敬诶意思，嘛是客气话。明朝万年，连地大师在世，晚年专修净土，那都一句佛号。有人问伊讲：“你老大人甲别人念佛？” 是安怎教呢？伊讲，我教别人念佛，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啊，你家己是安怎念呢？我家己只念阿弥陀佛。人问我为什么？别人无一定啊，想欲去往生啊极乐世界，所以教即个南无能力较好啊。 啊，么是皈依的意思啊，恭敬的意思啊，皈、啊、依阿弥陀佛，恭敬阿弥陀佛，无一定啊，你想袂起啊？真正啦、啊、想袂起，这话都唔免讲咯，都、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即起名号，名号都是阿弥陀佛这四字。 连理财是国家真好啊，咱都爱清楚，真正想要去来下定决心呢，也是客气话都免讲咯。一句名和利到底，无一个袂忘心呢。你忘这是用易啊，真容易去啊。 有人修因啊，往生人啊少咯。三年，我的大中，呃，李老师，有警告我，我的大中多十年？ 在中年下是李老师创办的，我熟悉李老师、啊。伊在中北一啊做老师，该学校。迄个时阵，年下成立十周年，那有偌侪年幼呢？甲李老师。 收真土诶，有二十万人，大中年下年有二十万人。我伫遐住十年，我离开诶时阵，大中年下年又是五十万人。那十年对二十万增加到五十万。 台湾最兴旺的一个道场，来老师听讲那念佛拢嘛是念阿弥陀佛呢，拢是求生求世界。一万人的当中啊，有几个人会往生呢？三下五下，年念啦。 唐朝诶时阵，玄奘大师著讲啊，万修万能去啊，一个都未老去。为什么到这时代，李老师诶即个道场有钢筋有念佛，为什么一万人只有三个诶往生呢？ 现在也、啊、经济五十年咯，大概现在一万人当中，会有一个翁生的未歹咯。是咩原因呢？毋是真正想要翁生，口头讲想要翁生。 啊，真正啦，讲往生，所以我讲打佛七、打佛七，个就是要叫往生咯。如果顶面挂一个牌啊，这讲决定往生，大概一个都无，无一个人敢来啊！这讲都会死啊，这不得了啊！啊，所以啊，是假啊，咱毋是真咧。啊，古早时阵的人是真咧、啊，啊毋是假啊，所以逐个拢会往生。 现在是咧创假啊，唔是创真呢？啊，这个世间，难怪代志太侪咯，真正都是啊放袂落啊！啊，刻刻时时，是咪遐颠倒啊？ 毋知影讲，若是无去往生，就失、是、去生死轮回。往生咧，生死也都无咯。咱看着即个往生的人是死去咯，啊，实际上伊家己都无死啊，伊即个身体无去咯，换者身体。 真讲我看着一个小朋友生，我甲大家问过，查某查某囡仔，啊，伊念佛三年，真系念佛，听讲进入世界好，也非常向往，念三年真正成功，阿弥陀佛接引伊啊！大家看到伊。 要上莲花，做安女身成男身，那去咯？这是无死啊。无往生肯定会死啊。往生著是重生啊，往生著是无量寿。你马上著成就，生死永远拢了咯。 未去创这个巴西咯啊？为什么是冤这问题呢？拢是对西方叫做世界认识无够，啊认识唔够咯，那就是。 是先道大师咧讲嘅呀，蛮修蛮难去啊，人心无教啊，啊经佛注笔讲清楚讲明白路啊，就难看无啊，咱念一世人嘛，无了解啊。 啊，古早人一门深入，两时分修，读书千遍，记忆自见，自见就是明白咯。啊，咱今仔日读书万遍，啊，会自见？什么原因？ 咱无迄份诶生意，无遐尼啊恭敬。因公大师以前劝人：份一份心经得着一份利益，十份心经得着十份诶利益。咱也无用尽精心。 咱无恭敬心，那、啊、所以，有一世人拢未开悟，无当不明白，对这世间一个是留恋，也、啊、是毋肯放下。最虽然讲真容易去，嘛去未成啊，到立立即得啊。 也都、啊就是讲因为这个现象，阿念基老技师袂当无出现，啊，黄念祖老技师袂当无再来，这两个人是菩萨再来啊 来创什么？来帮助释迦牟尼佛，无法九千年的众生，要按怎来脱离六道轮回？二究竟苦得到九进乐，你来做一下。

现在了解一点啊，呢。当时开始了解，最近的三年啊，刚进教学五十三年，这了解啊，也真正聪明变。 读书轻便，我唔知轻便。有快也难，难在看破。这庄家大出搞啊，放下无困难呐、啊。为什么放不下？无看破。你即个放不下。 真正看破放下便是。那看破放下都是困难，看破较困难了。啊，即个世界看破了，你干嘛想留恋呢？这个世界看破，你敢毋去呢？ 无可能啊！即个世界唔敢离开，叫做世界也毋轻奇，拢是无看破啦。对叫做世界无了解，对所有世界嘛无了解。世尊出、就是、世，我南西县北上成都，刚经说法四十九年。 为什么未帮助咱看破？啊，今仔这些人，菩萨来讲经，伊嘛无办法看破，虾米原因？无条件啦、啊，任何诶，条件著、就是尊师重道。

有圣贤学问是袂用咧。啊，尊师重道是建立伫咧孝道的基础上。若、啊、不孝父母，那有可能会尊重别人呢？无即道理啊。啊，中国几千年来。 教学诶中心理念呢，著、就是好多啊，好亲呢，然后才知影能尊师，若无讲我好母诶人，伊会尊重老师诶，连书上拢查无诶。 啊！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历代帝王几千年无一个未重视孝道。啊！中国讲孝子，大家拢知影，第一个就是舜王。 有如咱现在，至清五百年，咱尧舜的时代，啊、他伊个历史，我都非常的受感动啊！ 但是咧，现在人读伊历史无感触，麻木不仁。啊，你那么为什么？咱家老祖宗的教诲断掉了，可现在人哪个无看到？ 听都无听讲过，忽然感觉听到是非常奇分，非常奇怪，感加真奇怪啊，就是。 圣贤教育推行的难处啊，真难呐、啊！啊，是咱这两百年来对圣贤人尊重的。 一种嘅认知，感情淡薄了。这科技文明传来到中国来，啊 科烦的当中，假假去祖先留落来物件，袂记理咯，忘本啦、啊。啊，苦烦的，河南有虾米款的，叫做互助呢？ 拢是表面的、啊，今哪里科学进步？无科学技术，未当啊起大楼。 爬楼梯足忝诶，现在有电梯，啊，一百外层的大楼，真简单著爬起去。啊，媒体有电视，有电视，啊，这个有传真，这都还是科学技术。啊，旅行。 有飞机，有船，有汽车，无进入较早，用牛要拖车，就进步咯。毋过是，你敢有想着你付出是关什么代价呢？然后去比较一下有得无？ 啊，社会动乱，那、啊、人的世间无安全感，无安全感的保障，过日子活一天算一天，啥人敢想明仔载的，啥人敢想明年呢，亲情无咯。 人甲人之间诶投机无咯，个讲一个拖欠，信用拢无啊，人拢骗人诶，物件拢卖骗后生啊，骗爸爸，爸爸骗后生，夫妻互相欺骗，这结果他牺牲。 免讲上远，三百年前社会来对无即款的现象，有即现象，大家讲真奇怪哪有这种现象出来呢？付出啦，惨痛诶代价啊！付出啦，幸福美满诶人生啊！享受一点啊，科技诶文明。 毋单啦，咱看中国古典文学迄、那个时阵诶人，生活伫诗情啊画意之中，伊偌美好诶。现在人啊，想象未到。 这拢嘛是甲滚单掉，滚都是好多。中国人过去这几千年来，幸福明白了人生，你什么时阵晚年养老？诶，什么呢？是享受古朴 细汉时阵发奋努力求学，中年诶时阵奉献互家庭啊，社会啦、国家咯。啊，晚年幸福啊，头先是正音，晚、啊、年是古朴啊。现在人拢无正音啊。 买你就苦咯，人一到老就入去老人院咯，也、啊、无地去咯。老人院内面，仲有一句俗语来讲：，食、困、但是。 啊，老人真可怜呐、啊！啊，伊啊，别项娱乐什么拢无，就是讲娱乐，伊都无想要看。我伫国外有,、啊、有一间学校，伊每星期假你去老人院内面来。 唱歌来表演，真多老人插都无爱去插与啊。摕提这伊仔去外面去晒日头，伊内心太痛苦咯。啊，所以老人伊也做啥人足醉，即款的日子生不如死啊。

家庭的老人活动中心伫倒位呢？伫书塘呢？书塘是军啊，内面复赛祖先的牌位。老人伫书塘内底，书塘咧伊个俱乐部，像地牢共款。有啊，说唱艺术有表演，这个民间的歌舞啊，伫都位咧演伫苏塘呢。 啊，所以老人活个真快乐啊！每天逐个做伙来开讲啊，啊，啉茶啊，听戏、唱歌，啊。老人抑也有身体真健康诶。画图啊，写字啊，抑教小朋友啊，因为家庭主伫学校都是私塾啊，嘛，设立私堂内底。 和、哦、老人的囡仔一当合作会，啊小朋友落去老啊，老人带小朋友去佚已经快啊，这天啊。哎、啊，那个、是啦，孙 就是啊，全世界拢嘛无，只有中国则有，但是中国现在无咯。抗战时阵抑阁有，抗战胜利了后就无咯。咱诶传统文化拢断去咯，没安怎搁甲恢复呢？诶，真正就是。 幸福美满的人生啊！要哪讲，这个袂当恢复做人，要有什么意思呢？付出劳动嘛，无回收，诚肯付出啊！你先付出到晚年去老人院，完全个新婚人做伙，诚愿意去啊！ 啊，所以讲在付出的时阵，伊敢袂欺骗人呢？但是欺骗人是有举报的，伊唔知。啊，每年所收的花博啊。 满百个万分啦、啊，是了一孤、啊，一阿姑婆伫诶三多啊！了解佛法、深入经藏的人，就会看甲清清楚楚啊！啊，那要安怎呢？咱中国人讲老实话。 不咧净土中，传来中国来了，别个国家无，拄着即个法门是不幸中的大幸啊！咱你一生伫即世界上最后生，为什么下摆袂过来咯？ 下摆那是过来，是佛的新闻来，菩萨新闻来，毋是凡夫啊。这种书胜的言，要去对切，咱都爱感谢汉明帝啊，汉明帝派地势，去到西域。 呃，印度这个古僧请来中国来，所以佛法是帝王请来，不是家己来。啊，庐山为范大师，第二一切来对。

相信净土，发心求愿往生，一百二十三个人，大家拢成就啊，唔是假啊！元公大师四拜，看到西方极乐世界。 伊也、啊、是往生诶时阵才讲出来，往生进前著无甲任何一个人讲，往生时阵讲出来，是第四摆看到有四个阿弥陀来接引，也、啊、有连下，较早往生诶东西，拢总伫阿弥陀佛来咯。 啊，正庄一直传到今下日，成就不可思议。一、这个一千、七百多年啊，修正土往生的人，能做保守的估计会超过十万人。 哎，对、哎、啊，伊这个法门，在中国，这个呃、这个这个啊，一千七百年来有十万人信佛去咯。嗯嗯、咱都哎呀，知影来恭敬啦，别项是基。哎、<呦>在这个世界，享乐性。 啊、你呀，日子过个真辛苦，过个真痛苦嘛是记、啊，拢是真的，拢总拢嗯通藏在心内，哎呀个阿弥陀佛藏在心内。 放在嘴口。啊，古汉内边有一句话在讲：，文庙必争，咱该用伫咱念佛顶面。啊，一庙经会当念一声佛好，佛号？ 那是无念这些火，这秒真刚过了，白过去了，偌可惜啊！啊，分分秒秒拢无杂念，万眼空下啦，分分秒秒啊，都、就是一句火火，啊。 往生人都醉了咯。咱来看下面的假相说：，只修十念成就，即得往生，这很容易啊。 啊！念念是念佛的方法，什么功法是真多？咱啊会当采取印公老法师的念法，念是技术，心来甲算、啊。阿弥陀佛，啊、阿弥陀佛、啊，阿弥陀佛，每一句声个。算 清清楚楚对意告执，念完呢，搁再对意告执。为什么安尼用心呢？这就是一粒心，你袂打梦想，因为你打梦想著错咯。啊，这个执念顺序著错咯，毋通有执念，毋通有梦想。若讲是初学。 十龟箱登记未调，啊，就分两摆，啊，两摆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啦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伊教五，算了个念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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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九十，毋是讲伊教五，伊教五，毋是这，伊教五，六九十。 或者是三三四一、二三四五六，七八九十。按、啊、你来计算来用哩，拢都是帮助你捏心的。在在念佛当中，甲梦想杂念甲拍掉。有一滴你落去。 连天了都休困，休困好啊！这个点无昏迷的啦、啊，啊，过点成功啊，啊，真做，啊，无做无时间咯、哦。 但是咧，真做诶人是少咯。啊，念佛佛内底啊，有夹杂啊，有怀疑啊，就做未成功。啊，你念佛功夫拢总破坏咯，啊，毋通怀疑？

王姓假多，头情讲王姓多，即地如果讲王姓稀少，那就是矛盾呢。实际上，拢嘛无违背，因对十方王姓之人而言，确实无极。那我们宣告入世界，毋是咱地球上这些人。 不是限制的，十无量无边世界，一切诸佛如来，拢嘛是大主大悲，拢是空难心愿慈明，叫清净土。所以十方世界，王生到极乐世界，唔知啊有偌多啊。 真正就是无量无边无数啊！这侪人去用心啊！每一种心的人，阿弥陀佛拢会去接引，阿弥陀佛接引众生的人。 一分一秒嘛无中断，啊！伊想怎去接这众生的呢？头前个注意不规矩，伊用分身化身，啊！有能力化无量无边心啊！有偌侪众生，伊来化偌侪心 每一只人生，拢会看到阿弥陀佛来吹气，无一个哎呀、啊、老高兴。阿弥陀佛有即款的神通啊，有即款本事啊。啊，国大家讲，那每一只人心到极了，世界人，有。 阿弥陀佛，同款诶神通能量，那、啊、都、就是讲，咱有本师化无量无边心，跟阿弥陀佛同款。啊，咱化身去创虾米呢？化身去十方世界去啊拜佛啦，那、啊、去供养佛。 百佛供用是修福啊，修无量无边的福报。那修福，而且佮听经文法，修慧啊。啊，所以呢，到极乐世界，福慧、金容易圆满，圆满是见性，见性的圆满。 啊，因为福慧是自性来，的本来都有，不是外来。啊，当时十方诸佛出头，拢有咱个无缘的人。啊，因为无量劫以来，西方出头，咱拢冇奇见。

所谓星球，都嘛是地面，啊，伊无的星球，伫空中。啊，地几天只有能站？四王天伫地,地面，第二天伫地,地面，亚、啊、摩天就无在地面地有天了，在空中有盖天。 那才还认清楚，总明白啊。然后你再选择西方叫做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啊。呃、啊，伊、啊、这世界最圆满呢，这个世界最究竟，啊，是上好的居住环境，最好的修学环境。 去到迄个所在，得做阿唯愿地菩萨，向上提一升一级，啊著成佛咯。这容易这紧啊！啊，咱来看下面的注解。咱就此会托理论，一性万龙生之人。

宗教合法的是无多，啊，连他各有通计，全世界宗教信徒是伊基督教上多。 基督教包括天主教，包括犹太教，这些教合起来，二十万人，而且二十万人，七十万人来对二十万人。 伊斯兰教第二，伊斯兰教大概十五亿，即两个教加起来大概五十亿。啊，佛教徒大概是七亿，其他宗教人数都无多咯。 啊，有教徒都有七亿、七十亿、七亿、十分之一，即、这个十分之一诶，人，拄着啊净土，拄着念佛法门诶，大概十分之一都较无够。 咱第中国净土大家拢知，外国人都毋知道有净土。早年美国都无净土，美国那边个佛教，就是是对日本团结，一个是对是藏种团结。 日本团结是禅，西方团结是美，啊，美国和教的是即两大宗，两个人真少、啊。我去到美国，著甲净土大过去，啊，请我去诶。 是一个美国诶会当算是不较多美国人，伊咧读大学、读研究所是博士班，伊啊研究诶即个课题是黄金经。 啊，学校和台湾大学有交换学生，所以讲以来台湾来学华严，第代代迄个是我拄好咧讲化验。经，学校都教即个学生送来问这图书馆，华中视听图书馆，你都话问图书馆来做。 带一学期，伊劝我去美国，个净土带去美国，我啊嘛是真感谢伊诶好意啊，也确实是有即个缘分去到美国。 那整套那是讲无讲清楚，无讲明白，无人会相信。啊，所以讲伊伫我遐住了四五个月，定定聽,听我讲经。我讲经是每日暗时无中断诶，迄时阵暗时讲诶，一点半钟全部现代化设备。 啊，所以美国这有啊无净土宗，少啊太少了。啊，净土是咧讲西方极乐世界，讲信愿啊、起名、得往生，一般人唔相信啦。伊讲迄是太容易了，太简单了，这敢是真的 是毋是佛陀对即类诶根性真劣诶人安慰诶啊？写出即个方法，大家毋相信啊，真困难啦、啊。即、这个著是讲，尽管往生诶人真正。 有，用以往的布林，阿云能句，一个不以为，自然所跟随。第诶即地咱搁在看到即、这个。 主然咯。头一句讲的，都是一个，都是进入世界，五古碑主王新家，这就是三碑高品。

无量法门啊！你想要有叨一个法门？阿弥陀佛，家里迄个法门啊！而且一定的教导你、照顾你、教你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阿弥陀佛啦、啊，有这个责任。 那决、啊、定会帮助你幸福，伊是一个好老师啊！那幸福了后呢，无量无边的法门都通咯，所以讲，法门必定没有阁下了啊！一门啊，都、就是一切门；一法呢，都是一切法。 你通伊找拢通咯、哦，即、这个是真咧，毋是假。只有自古咧，就是自然所天水，即句古来有两种诶，即个解释。第一种咧，就压缩我。 如果不热，中间热旺啊，那、啊、总是标准，的是讲不热就是容易起啊。昨连所看中间无林，那、啊、昨连就看推理啊。 你不让去，自然所欠下面都有解释啊。娑婆众生救世盖田，自然为之欠报不可，何必无灵？这是书顶面讲呢，下面有没有可能解释？ 所谓极乐无主，往生者，何无为业？这就是经常咧讲啊，这样诶意思啊。但娑婆之人求知啊，欢乐、盖福、念佛啊之中。 一句话是真嘞、啊，咱伫个娑婆世界，时间是过了，不管什么天度无量劫各在无量劫吧、啊，无量劫的无量劫啊，咱伫六道来对去轮回。 时间太长了，生生世世的即些众生是无恩无怨啊，所以万万想不不完不了。你为什么毋去呢？牵挂家亲眷属。 家亲眷属是你诶亲人啊，家亲眷属嘛是你诶魔障，为什么？因魔去往生、啊，伊个会继续和你去轮回啊，也会叫你去三恶道啊。你无给看破啊，你也阁个念条毋经放下。 心情都爱放下，在山爱放下，田嘛爱放下，地位爱放下，万分嘛都爱放下，大行拢爱放下，你这会当去啊，有只行放下都甲你颠掉啊，都咱一条树啊甲你绑掉诶，你怎会去啊？ 咱来知影，咱的辛苦落做雕塑啊哩，算未清啊。只要那放会落，啊，东西就该啊。 我年轻的时候，我接触佛法，拄着宗教大师，我伊老大人请教，我们来底干无一个方法呢，我我会精进的精修，对刻立有经界。 大师就教阿公六字，有啊，看这破放得下，道理不更改。那、啊、看破是啥物？真正明白咯，这叫做看破。 明白了后，你啊，才会知影，什物应该放下，和什么是无应该放下。对于大神来讲咧，通通爱放下啦，一项若放不下，就袂当成就。 啊，对于净土来讲咧，一切嘛爱放下，只要执著一句啊“阿弥陀”佛好，其他唔通放下。啊，净土成就是分两段，第一段要来去叫世界来接持名号，弥陀经常讲咧。 即是执着，只是保持，唔通失去。就是讲明和阿弥陀佛啦、啊，是系坚定嘅执着，其他拢总都唔通执着，拢放下。啊，成就咧，都是要往生啊，极乐世界，证果阿弥陀佛。你第一个阶段，第二阶段，你极乐世界接受阿弥陀的教诲。 我定心腹，啊，所以伊家即个心腹分作两段，啊，除即个法门以外，无分作两段诶，这是会当毋知诶啊。那其他诶法门较难，真正难。 烦恼和失去太深，对著放弃，对啊执着。那大小心拢嘛讲，啊，大心、啊、放下见血，就是咱村民看法。村民看法内对头前是身体、啊。 身体也、啊、是我错了，根本错了。何家人讲，身体毋是我啦，这条身体是我的人，放不下，放不下这身体啊。 身体刹那生灭的，那是你呢？我跟人讲，我是啊不生不灭，我哋都会，我哋这身体内面啊，身体唔是我，身体是我有所有的啊。 那就三三，唔是我，这是我所有啊。下心修心，得请求的换三同款，身体老衰了，歹用换一个；鞋不爱穿，换一个新的。有到认为就是一关代志啊。 毋过，即个要换家己是袂当做主，你真可怜啊！谁人做主？啊，业力来做主啊！业力最明显呢，著、就是性甲恶个，你心先，你言先，讲诶先，因为先你即个身体著是愈换愈好。 这些先呢，先得、啊、换好呀、啊。啊，人间，伫这人间换诶时阵咧，如换是富贵诶，健康诶，长寿诶，家庭幸福美满。 你羡慕啊，高较大诶，仙人间无诶，著、就是天上，自然都升天。天诶，福报比人较大。天有二十八层天，你伫多一层呢？看你有偌大福报，你是做了偌诶好事啊，自然著会向上提升咯。 那讲是恶念呢，派代志做真多，也古不都是三毒咯，精尸、有鬼啊、地狱啊，换精尸的心，换这五鬼心，换这地狱心，越换越差啦，家己袂当做主，严厉啊！

是真艰苦诶啊，轮回诶人啊，保持咱第三仙岛，我袂对三宝岛是无可能。论对早到暗，对正月初一啊，九啊十二月三十，冷静啊，你甲想看卖啊？一空诶当中，即一年当中，是生较侪，抑是恶较侪？ 你著明白，讲将来去到位，哪讲是善卡做三善多，哪讲是恶较济是善恶多，无法度去避免呢？嗯，读的经中咯，读的阿弥陀佛咯，个什么拢啊放下，一心专念嘛阿弥陀佛，将来會去到位，地球世界啊！ 叫做这个易忘啊，一点嘛都无困难。难咧，到是讲你放不下，一项代志若放不下，你就未当去。逐项诶代志拢总拢爱放下，你就会决定往生啊。 啊，人哋诶，說不补世界时间太久咯，两诶湿气啊太轻咯，啊，所以自年都会为着只个业力啊，湿气啊，砍掉啊袂当去啊，期啊是是款原因。 那、啊、为什么要读经呢？长时间来听经、读经，帮助咱放下。啊，读经慢慢明白咯，明白才真正肯放下。啊，有会，知识分子对待是宗教，小看起你不？ 得先欢喜心，欢喜充满啊！然后你就会真正欢喜，受不习惯啊！这个是安、这个这个、怎咧？好可怕未咯？世间诶物件单调咯，不啊好啊，贪著好欢啦！会当往生诶，未当往生。 王生是叫你来放霞啊，探亲戚，不是叫你换对象。说法未贪，和我贪贪一个爹啊。不叫咱在等谈亲戚满意。 绝对也、啊、毋是讲去换对象，啊，因为自身就先清净心内底，无遮个物件啦，那有遮个物件著是障来即个经经题顶面也著写甲真明白啊，清净平等觉。咱来问家己是毋是讲啊，一年？ 比一年也较清静，一个月比一个月较清静，一天也比一天比较清静。若是有即款现象发生，无输啊！啊，心静啊，即佛陀静，一定的生若是讲心有,念有 放不下呀、啊，拢嘛是贪污，前恶拢总是贪污，未当去呀、啊。殊不知林，救在欢乐啊！

就三五个月，三五个月真正放下咯。对这世间，一丝毫贪婪都拢无。所以啊，伊啊真容易一会去咯。对这世间，一个有丝毫贪婪，要放下，要丝毫怨恨、怨气也未放下，拢是袂当去。 这个就是你你理无灵咯、哦，这第、个、一的意思。第、这、二、个、意思呢，发祖书文，连祖连说天家，因玩故事，不敢共用，祖连教的过啊，这个功法嘛是真好。 啊，家常大水共咯，修因修因巧交故啊，即为诸个所欠。伊讲即个意思甲佛祖所讲诶，是共款的，这个巧什么意思呢？ 巧文、巧药、巧妙、巧门，啊，平、啊、常用语当中，巧门用较侪啊，文具咧著是啊，重要、巧妙、适当、关键，有即个意思伫诶。 音巧啊！伊修、啊、的这个音是一个窍门，那什么窍门？哦、政府的窍门，同心净土的窍门啊！啊，修这个修甲真好，修甲真熟咯，到时阵伊自然会同心。 啊！是主莲说：“天水啊，伊修诶这个功夫，就是姓万知名。看因伊去到极乐世界去咯。这个公法，历史同计，家上啊，甲法祖 讲的意思是同款，解为修因得果，自然可永生。以上所讲的不讲，两种讲法都不讲，但是拢嘛无违背经的意思。但一旦往生呢，是信愿之名，天地气；每当往生呢，是。 这个世间的烦恼、俗气，伊袂放下，啊，你你袂当去往生。啊，这个咱拢都要家创清楚、创呃明白啊，过来看下面这段，受乐无极。 修的是修命，乐的是快乐，无啊！咱来看经文：观自若虚空，观行九道得叫中，叫无 后经的两句呢，就该来对讲咯。观自六虚空，观行修道德，观是放弃忌读啊，那就是咱常日讲的放下。 放下什么呢？净土念佛堂的堂主有几句口头禅，常常提醒大家放下身心,心世界，一心。 专念、啊，这重要啊！专念阿弥陀佛啦、啊，阿弥陀佛来对袂，当讲有信心,心世界啊，带着这个念，也要功夫啊，完全拢会被破坏咯，这念咯。

放下啦！业志员来全播了放下，只稳准啊！有这个原原生净土，只稳准这个，毋通讲有别个念头。那、啊、所以，我无奢无求啊！ 心怀恭敬，精无过量，犹如虚空。我闻观智，犹虚空，一切万耶空海呀！啊，啊咱甲这个压力，话这个哩。 慢也放下了，啊，都是观机了虚空。慢也放下了后，观行就道定。什么是道定呢？ 让汝甲咱解释，进化名为道，道是甚么道路？这条道路要通去倒位呢？通啊，大半涅盘，通往幸福，幸福之道啊！ 啊，净化，都句话是净化呢？你看卖这是意思？中国问题真妙啊！我个问题无啊！你看这里含义，这边是一，那边是几 只在意就是正法。我一定甚么法？只要你是依法，就是正法。你啊，二法都无正咯。啊，三法四法，更较免讲咯。你未成就啊？即、这个意志就是咱底下讲的，一门深入。

那我个心只有一部论语会当辛苦不 A 啊，规定 A，只要你遵守即个方法，只有一二，达纲格连上手段呢，是同书轻便，句句组建。 啊，即部无能时间无能时间无长，会当我念啊，大概半小时尔。一讲念偌最遍咧？咱用时间来算，一讲至少要念十小时。啊，半点钟会当背一遍来讲咧，啊，著是讲二十遍。 这就是练心嘛。啊轮骨较长，练心愈短愈好。所以古人讲咯：“念经不如念咒，念咒不如念佛。”为什么？愈少愈简单啦，愈容易。念佛就是四字：“阿弥陀佛。” 六里大明咒啊，六字阿弥陀佛名哄你这个等啊，阿弥陀佛比这个简单啦、啊，愈简单啊愈有效啊，愈简单愈不容易，啊不容易什么？梦想十点是没力气啊，你念这部经，梦想十点用以力气。 连好好不用,用力气去，一面面、面面，无空方能容纳你啊！古人这个方法的妙绝咯，你点了后呢，还有继续不断，一停，什么时候些都开我，这一开我拢明白咯。 唔系讲好民兵白，最近发拢民兵。这是中国人读书啊，因为是智慧，唔是知识。那有智慧，自然有知识；有知识是无智慧。知识啊，解决问题是有局限性，未圆满。没完完 你像好威静，在那里全世界，来对所教导罗马西啊，知识啊，地啊,地啊，所以人心浮躁啊，啊，定不落来，妄念真多，杂念真多。 表现出来呢，都、就是心菩提说啊！啊，真正有学问、有道德的、啊，心地清净的老师太少了。 我拄到这三个老师，一般那个比较呢，是比人啊较悬一定啊，都、就是讲因为蒙念咒，早念咒，心地较清净。 抄秀好啊！啊，方东美先生，伊也、啊、每工读书无中断，特别加以《华严金 地顶要用的功夫真多，啊，像家台书呢，伊啊，石柱，下当工大概除了去困以外，伊是文庙，不、啊、写，啊，金公祠。 锤叮当无声音，无论伫虾米时阵，你看到伊啊，伊拢是安尼。教教起时时,时的，教咱实现诶，身心世界，拢总放下了。我看到了，过来著是你老师，你老师诶心。 要将代大事遐扭转，遐清净无？李老师诶代志太多，办诶事业太多，无一个好诶得力诶助手，所以讲会当无家己操心吗？啊，问题是身边想么帮忙拢帮未着。 有重言啊，有人咧重爱，我知伊嘛知。那伫台中创办联下，以全是台中的人为主。啊，当初去那边，大部分啊。 拢是大中人，啊！老师虽然当时长，爱听因的意思，每当违背啊！啊，所以难啦、啊，这个进化之能力。 那认识伊啊？那这个修净土，会让一门侵入，而净土个别而花言而花华而危险而乌大队，这毋是净化啦？会去倒位咧？无去咯。净化是一门啊。 周一，中国这文字真好，你看家里的一，这里都，这里、个、都通大涅盘，通成佛之道，通菩萨之道，这道理不是这叫做德，我真明白了。 我真正依教奉行啦、啊，我做高即都是的。我是真正一门深入，真正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告对，即都是的。都个定啊，你都嘛得掉咯。奉行就都的，而且一咧暗单 伊念单体是严重的话，嗯准入第二念头。啊，那,文那的文公，伊那的先体写都嘛无咯，无论是二分、二卢、二都 安怎？那你那是讲真正梦到正法路，老师来成就。啊，为什么你真正相信？相信是什么？第一得相信是心是佛。那会是什么？么 不是真心，不是本性，大家人拢有诶啊！既然大家人拢有，你为甚物不能幸福？因为你无得到净化啦，你得到净化，肯定幸福。净化免人教啦。 咱咧修净中，咱是啊，希望要用心极乐世界。咱咧净法都是大乘，啊，无良修。我咧进门，介绍啊进门诶，我着用五念做老技术诶，集资这个集资好啊，啊，古往今来。 我经上所讲诶，图书馆的所讲的，两种音量的这内底。那以共引用的资料一百九十三种，那引用的经论八十三种。 李用古来做书大德嘅著书一百一十种，一共是一百九十三种，内容太丰富了。啊！啲即内堆啊，也有真侪民俗俗务。 我可以查离店，查参考资料，给伊啊讲清楚、讲明白，所以还阁有一份参考资料，参考资料印出来了。这是大金界参考资料，上下两册。 文量是甲大境界是共款嘞，逐个若摕到这个，就省了家己去查字典，去收集资料咯，拢总拢有咯，全咯。啊，考资是两册，资料两册，真快啦，幸福之多。 无老师，你摕到这四本，你就会变做这净土中的啊祖师咯。你就是专红净中的大德了。教你啊，听做一门深入，嗯时分修，这是学习的理念。 读书轻便，依依自见，即是来读书的方法。你有即个理念，你有即个方法，无即个未成就啊！大家拢嘛会成就。啊，过去我就五十万年来讲嘅经论，大概有几十种。 留落来有功德，早你无录像、无录音，即录音、录像拢留落来，会当办一个分行院啊！用功德来学习，你原来学习倒一项，一项著是正法，毋通学想做，学无能受惊诶。 而暗弥途经呢？而观不能受经呢？而大世界万通经呢？而破邪行万品呢？而王行论呢？种种而应呢？这镜头中呢？其他宗派嘛，用呢？而化验呢？而发华和灵验呢？而发上威色的，有这些拢也有在的。你个人在内面去选择。 果然，你选择了一门，而且一门来对依照这個方法理论，你去做十年，你都是当代的大法师啊！啊，我台爱有缘，有这素材，诶，同学，逐个做起来学习，个人创个人诶。 足趣味，做甲你有心得咯，你心得定咯啊啊！智慧慢慢逃出来，你讲，我阮逐大家来听。啊，咱这人大家拢是第一，啊，无第二诶。啊。这阿弥陀佛第一，这观世音第一，迄、那个第四至啊第一，啊拢嘛是第一，无第二诶。 无量寿经第一，观经第一，弥都经第一，拢是第一。十年了后，你著是专家出来了。正宗都会发扬光大咯。其他诶宗派，各种诶经典做者，有各人拢成就。啊，完全用。 公碟用录像录音来教学，免去请老师啊，用这来帮助大家啊。大家只要一门深入，那就成功喽。这个代志啊，赶紧来做，越早越好啊。也所以，我现在感觉到讲。 妈六家这，还学医？虽然人卡名气大下，要读两年啊，袂等你咯，即晚都爱做啊！昨昏我个我英法书个车来，爬算都袂走伫都位伫。 大南杰老师，我也是主持啊。昨昏我讲我即个想法，我同问伊讲，即、這个这个修道长你十个学生来带，有问题无？伊讲啊，无问题啊。啊，一个道场会上带一百个人啊，往安尼好。 我只希望讲有二十个人，有二十倍经论，啊，整理了后，肯定会出人才。啊，香港即个所在无环境，无地段啦。 台南啊，距离咱遮真近。现在台南甲香港有直飞飞机，我都看见到搞。嗯，咱啊台新来做两年了后成绩优秀诶，会当来汉行院来去教去做。 教授啊，荣誉大学会当做教授，但虽然无博士学位，那有实力。我来个大家推荐，来补上，好代志啊！下面两句可得及中心，就老无忧极啊。 哎呦，这两句话好啊！世下唯有真中性发啦，这地球上是无啊，重生不落是无对错啊！啊，唯有往生则地重生啊，这句话重要啊！ 往生到极乐世界，真正重生咯。啊，经来对甲咱讲咯，各种即个国著是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内面，平文天人无数，寿命也界无量，各个人啊，拢嘛是无量寿。 那因类生活，無必中不必一个中午有上课啊，心乐必上靠无咯，爱离诶课嘛无咯，晚进会课嘛无咯。 由不得靠马步了，有说个心想啊、思想啊，有求必应。甚至讲你想大厝，你盖什么款，伊就变做什么款；盖较大，伊就变大；盖伊水，伊就变水；盖伫地面啊，即个厝的落伫涂骹。 在你空中，这个除了星空，这个古些内容，一切拢嘛是安尼生啊。如果世间人不要饮食啦，也唔过咱即地创饮食啦，创了无良结，有这个习气啊。 忽然间想起来，安那也真久无食物件，即、这个两头才起来，桌顶啊摆满着饮食咯。八味的饮食啊，即、这个八味饮食是吉气、红香、红香。食饭偌济菜咧？一百的菜，毋管有食无食，一定是一百的菜，代表圆满。 爸咪唔是都很贱咯，无想要食，无想要就无咯。慢慢去休息，慢慢去洗碗底。一款生活环境要记得去找其他的环境啊是一点不念，没去变少。啊衫啊想要穿什么衫啊，都、啊就是辛苦的。 啊！三永远袂垃圾啊，永远都毋免去洗衫啊，无即个麻烦代志啊。啊，想要去倒位也毋免坐车，车太麻烦了。心肝啊，想要去倒位人就够低咯，心痛啊，无鼓励啊。 个空念头，一个想就到地了。这个就是，这记录世界生活的状况，正文是方便啊，图土呀。天人呢是反省动机图的啊，是不土就免讲了，太好咯，太好咯。 咱无把相像，那讲伊呢？还是动机土？方便又有土。当说是无量无边啊，寿命嘛是无量无边，无边各种没有障碍。一路世界未去听到即、這个，看即个名词。 伊无考，来啊、哎！只有六。即、这个落嘅内底呢？最落嘅是建福，是文化啦、啊，欢喜崇文啦、啊。 上师欢喜心吗、啊？这偌快乐呀、啊！啊，伫即世间，看到个善知识啊，无容易；看到菩萨，看到佛，看未到啊。 这个所在是凡尘中基础，可是无佛菩萨、无阿罗汉住在地球上，看袂到。只有极少数跟佛菩萨特别有缘分、有缘的去看到的。 看著了以后都袂当再看著了。啊、中国四大名山，菩萨真正住伫遐，地藏菩萨的救化，观世音菩萨的普陀，文殊的五台。 莆田的峨眉有滴无真正滴啦、啊！西洪老和尚四十外个时阵去雕五台，都、就是两摆拄着文殊菩萨。文殊菩萨西洪的像，是乞家啦，是一个乞家啦。啊，一路。 伊是对，对无祖三步一拜，拜到五台山，用三年诶时间，努力两拜破病去遮来求医啊。照顾伊啊，半个外月，甲伊身体调养好，伊过去拜，伊叫做文杰。 第五大山了后，大家都解讲文殊菩萨化身啊，弘扬大悟。啊，四大啊名山真正有四大菩萨的，之前恭敬你得去度掉文殊化身，能不来照顾伊一个外日，唔是去 也毋、啊、是几分钟就无咯，做坏事多一个外个，拢嘛是伫洪山野瓜，附近拢无田憎呢，伫即种急难的时阵，伊来帮忙，蛮超油啊啦，甲伊一边。 啊，所以是真嘞，毋是假啊！啊，福菩萨化身，咱袂认你啊！啊，所以以休息啊，你至于幸福、安稳、受乐无忧极，是真嘞，毋是假啊！今仔日时间到了，咱来学习到即滴啊！